发现今天的队伍少一个，少一个，对哦，我们邀请到了在韩国出道的，来谁？我们欢迎叶舒华。我有热情，还在加油。对，再来。他是你王，我孙颖啊，就这边转。哦，有天分呢。怎么会自己讲啊？好可爱啊！第一个就下去了。第一个下去，加油！不要跌倒哦。好。有什么关心我们队的？我们在录影，他一直在接女儿电话，没有挂掉，因为舒华了。对，因为舒华了。好，我不会拖累他，我会加油。给你没有那么多了。加油。今天晚上这边哈，处理一下。很秀哎，亭子插出来要比赛了，跟我个屁呀！八进房间找队友。好了，还没有在综艺节目打过人，先打他后脑勺，我讲。哇！